现在有请我们的163号选手 Bella 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味道》。Let's give a round of applause and welcome our contestant Bella on stage to perform《味道》。Hello， 大家好，很荣幸能够成为第一位中国好声音在维多利亚站的第一个选手。那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味道》，希望能够让你忆起你心中的那个味道。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给一个待定吧第一位选手，那肯定还是有点紧张啊，然后我们给你一个待定，希望可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谢谢。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另外我们也将在直播间送出第一波抽奖，由 Bossa 职业提供的十刀咖啡礼券，大家只要点击小视频直播小视频直播间左上角的抽奖图标即可进行抽奖，谢谢。请掌声欢迎下一位选手崔红兵，请大家掌声欢迎。大家好，我叫崔红兵，我演唱的曲目是思念一瞬间。
好，那么恭喜这位选手成为今天第一位全票晋级的选手，请稍等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晋级的选手跟待定的选手在比赛结束之后才走啊，稍微等我们一下，我们会有一个 OK， so next， 谢谢，请掌声欢迎下一位选手刘畅。 Let's welcome our next contestant 刘畅。给大家带了一首消愁，什么消愁呢？酒消愁。可是呢，大家都听话啊，不是说什么一杯敬老张，一杯敬老王，咱们是喝车不开酒，开酒别喝车，好不好？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能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后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他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奔波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能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他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欢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我怕天亮之后总是潦草一场，清醒的人去欢狂，我怕天亮之后总是潦草一场，清醒的人最荒唐。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一场，清醒的人最荒唐，好吧天亮之后总是一场，清醒的人最荒唐。谢谢。听出来这位选手应该也是一位很有故事的人啊，唱歌唱的有股狠劲儿。有点那个滚滚长江东逝水的那个感觉。那个大家举一下牌子吧，我觉得反正基础肯定是很好，但是有些地方我觉得使劲使得有点太大了。对，就是在这首歌来说可能你在更轻巧的一些处理会更好一点，特别是最后面。对，所以有点纠结，来你们两个先给吧，我看看。这个那我们鼓励一下吧。好，我也给了。对，恭喜恭喜恭喜！来，等一下。请来拿一下。请下一位选手江学文准备。This contestant will go to our next round of.Mid-final. Let's welcome our next contestant, Boon Kang 江学文，请大家掌声欢迎下一位选手江学文。
娘就会来伴我的青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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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说两句啊。首先第一呢，让我们全体现场的观众再给我们这位参赛选手一最热烈的掌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这位选手应该是我们好声音报名300个选手里面年纪可能是最大的一位。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也希望我们在未来可能10年、20年或者30年之后，依然可以热爱音乐，依然可以有勇气站上舞台，所以呢，我们给一个待定给我们这位选手，好吧？谢谢您，谢谢您支持我们的活动。谢谢，请掌声欢迎下一位选手谢浩林。Let's welcome our next contestant 谢浩林。Hello，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意外》，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清晨的路上，谁被我遗忘？我在深夜里旅行，谁被我遗忘？肩上的破旧行囊，能收藏多少坚强？不如全身赤裸，还给我那脆弱。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还有什么你值得感慨？如果风景早已都不存在，我想我谁都不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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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爱。在清晨的路上，谁被我遗忘？我在深夜里旅行，谁被我遗忘？肩上的破旧行囊，能收藏坚强？不如全身赤裸，还给我那脆弱。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还有什么你值得感慨？如果风景早已都不存在，我想我谁都不爱。明知的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嘿耶，明知的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还有什么你值得感慨？如果风景早已都不存在，我想我谁都不爱，谁都不爱。谢谢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么这位选手的结果是一个待定。我觉得后面是越来越渐入佳境，一开始还是前面找的稍微差一点。好，但是这首歌选的，我觉得可能稍微也有一点，对，这首歌选的稍微有一点，对。但是呢，后面确实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给一个待定。好，加油！谢谢，请掌声欢迎下一位选手 Amanda。Let's welcome our next contestant Amanda on stage.Let's give her a round of applause.
然是待定。好，谢谢你，谢谢。Hello, Amanda。Amanda， 请上台。我觉得你是，我想包括跟后面的选手说一下，就是我觉得你唱的不错，但是呢，就是台风以后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因为这整个舞台都是你的吧，你上来唱歌整个舞台都是你的，你可以就是更多的表现一下你自己，谢谢。谢谢。 I would like to give a big shout out and thank you to all of the sponsors for Sing China。 本次加拿大中国好声音由 Central Walk 集团冠名赞助。 Central Walk 集团是一家北美卓越的商业地产开发投资运营与管理公司，专注于商业地产投资、海外资产并购与资产组合管理。目前在 BC 省旗下完成收购的购物中心有 Woodgrove Shopping Center 和 Mayfair Shopping Center， 当然了还有我们的钻石赞助 Crescent Hotel、 Bosa 职业 Summer Hill 夏秋金字塔酒庄 Winery、 黄金赞助安家建设集团 Pandora Clinic 医美诊所、华侨之声，白银赞助 Holy MM Nails Salon 美甲中心、 Aberdeen Square 时代广场、 Albert Inc 求职咨询。另外我们也将在直播间送出第二波抽奖，由温哥华 Deconova 提供的十刀现金礼券，大家只要点击小视频直播。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我不过是想弄清原委，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呢？他的爱在心里埋葬了，磨平了，几年了，仍有余味，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爱已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想得却不可得，你爱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无知者。好，谢谢，恭喜这位选手晋级，非常好。这个我其实挺喜欢的，而且那个点卡的挺准，但前半段明显比后半段要好，后半段好像唱一唱有点没劲儿。This contestant got approved to attend our semi-final round. 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很支持这位选手，评论间里聊得好嗨。谢谢，请掌声欢迎下一位选手刘佳浩。Let's welcome our next contestant, 刘佳浩。On stage, thank you.
谢这位选手，那很遗憾啊，希望下次再努力。谢谢，请掌声欢迎下。眼泪差点翻坠，我用酒杯防卫，干掉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接。你摆出你的坚决，我说什么都狼狈，忘掉这一切，我是落叶。怎会看见我心碎，你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被轻易脱轨，你怎么赐我唯一死罪，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别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难道要我向你下跪。冷眼太冷，我的痛心太重，就在这一夜，我和你缘分已冻结。2201夜，我只求一个了解，你却不承认你已爱谁。怎会看见我心碎，你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被情欲作祟，你怎么赐我唯一死罪，全世界会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别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难道要我向你下跪。你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也许我曾经被情欲作祟，你怎么赐我唯一死罪，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女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难道要我向你下跪，女人的选择无情又无悔，我应该拿什么
好，谢谢谢谢。说实话挺纠结的啊，因为唱的是不错啊，听出来也是很有故事的一位朋友。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舞台从头到尾，这个手要能从裤子兜上拿开点就更好了。这唯一纠结是这一点啊，唱的是没毛病啊。行吧，那我也支持一票吧。好。Congratulations.、This contestant got approved to attend our semi-final round next month in Vancouver. 请掌声欢迎下一位选手杨月晨。Let's welcome our next contestant on stage, Justin.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Justin 杨月晨，我今年十二岁了。我今天要表演乌兰巴托的夜。那么寒，那么寒。
的人不许掉眼泪。乌兰巴托里莫迪什那么寒那么寒，靠轻轻唱，风儿轻轻吹。乌兰巴托里莫迪什那么寒那么寒，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接下来的其他活动还可以见到你的身影，好，谢谢你的参与。Unfortunately, this contestant got eliminated. 请掌声欢迎下一位选手，汪广宇。Let's welcome our next contestant on stage, 汪广宇。好，谢谢大家，我带来一首《最美的太阳》。
伤心流眼泪，给我宽容，让我能展翅高飞。你的话，你的泪，你的笑，你的美，在我眼中胜过最美的玫瑰。抱着梦往前飞，不逃避不后退，你是我成功路上的堡垒。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不怕受伤，因为有你在身旁。你的笑，你的泪，是我筑梦路上最美的太阳。好，那我们给个待定，好吧？好，谢谢，加油。谢谢。I would like to give a big shout out and thank you to all of our sponsors for Sing China. 本次加拿大中国好声音由 Central Walk 集团冠名赞助。Central Walk 集团是一家北美卓越的商业地产开发、投资运营与管理公司，专注于商业地产投资、海外资产并购与资产组合管理。目前在 BC 省旗下完成收购的购物中心有 Woodgrove Shopping Center 和 Mayfair Shopping Center。当然了，还有我们的钻石赞助 Versanta Hotel、Bosa Homeowners、Bosa 职业、Summer Hill Winery、Summer Hill 夏秋金字塔酒庄、黄金赞助、安家建设集团、Pandora 医美诊所、Pandora Clinic、华侨之声、白银赞助、Hola MM 美甲中心、Hola MM Nails Salon、Aberdeen Square 时代广场，还有 Alba Inc 求职咨询，谢谢。现在，另外我们也将在直播间送出第三波抽奖，由温哥华喜酒国风酒馆提供的高级下酒菜盲盒券，大家只要点击小视频直播间左上角的抽奖图标即可进行抽奖。有请下一位选手张福宁。 Let's welcome our next contestant on stage, 张福宁。 Thank you.你好，大家好，我叫张福宁，从事刚刚学习音乐才两年，但是我非常喜欢音乐。我今天给大家唱的是美声歌曲《望乡词》。之伤心，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艰辛，故乡不可艰辛，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
天苍苍，野茫茫，三只三火有伤，天苍苍，野茫茫，三只三火有伤。好的，谢谢这位选手。那我们依然给一个待定啊，继续努力，继续加油。For those who never heard about Sing China, Sing China is a Chinese reality television singing competition broadcasted on Zhejiang Television, based on the original of The Voice of Holland. It has 11 years of history. It is the most viewed and influenced TV show in China, with 396,000 YouTube subscribers. And today we are hosting the 8th audition in BC.掌声欢迎下一位选手陈金迪。Let's welcome our next contestant on stage, Onyx.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陈金迪。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阿刁》，希望大家在坎坷的路上也可以淡然面对。上过的上场，惩罚开出无比美丽的花。阿刁，明
是自由的鸟。谢谢谢谢，我觉得整体的实力也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歌确实难度也挺高的，所以在高音的处理上呢还是有一点瑕疵，还是你要不看看你们两个的意见。那我给我支持他吧，我支持一票，谢谢。好，那好，哎，恭喜恭喜，哎，回来 Congratulations， 回来请回台领取你的晋级卡。Congratulations, this contestant got approved to attend our semi-final round next month in Vancouver. 下来拿你的，提取你的晋级卡。请掌声欢迎下一位选手吕建华。Let's welcome our next contestant 吕建华 on stage.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177号选手吕建华，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突然想起你》。Unfortunately, this contestant got eliminated. 请掌声欢迎下一位选手郭雨欣。Let's welcome our next contestant, 郭雨欣 on stage. 大家好，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叫郭雨欣。我今天带来的歌曲是《阿拉斯加的海湾》。
出我很爱他，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你要拆散他们啊？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依旧在想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上天啊，你是不是在偷偷看笑话？明知我还没能力保护他，让我们相遇啊。上天啊，他最近是否不再失眠了？愿世界温情化作一缕风，代替我拥抱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希望我的梦里能够想他，有天我能给他完整的一个家。可若你安排了别人给他，我会祝福他。上天，你别管我，先让他幸福吧。好的，谢谢你，谢谢戴定。请掌声欢迎下一位选手高振宁。Let's welcome our next contestant on stage, Justin Koh. To give a big shout out and thank you to all of our sponsors for Sing China. 本次加拿大中国好声音由 Central Work 集团冠名赞助。Central Work 集团是一家北美卓越的商业地产开发、投资运营与管理公司，专注于商业地产投资、海外资产并购与资产组合管理。目前在 BC 省旗下完成收购的购物中心有 Woodgrove Shopping Center 和 Mayfair Shopping Center， 还有我们的钻石赞助 Versanta Hotel、 Bosa Property Owners、 Bosa 职业、 Summer Hill Winery、 Summer Hill 夏秋金字塔酒庄、黄金赞助安家建设集团、 Pandora Clinic、 Pandora 医美诊所、华侨之声、白银赞助 Hola MM Nails SalonHola MM 美甲中心、 Aberdeen Square 时代广场，还有我们的 Alba Inc 求职咨询。大家好，我是高振宁，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叫 Vicious Circle。
giving up on myself again and again. I'm losing my good temper. It's too hard to pretend. Just escape with me and watch the waves roll by. It's like a vicious circle, but it's worth a try.Music, please. I'm staying up past midnight, day after day. I'm falling into depression 'cause of the words that you say.Like leaving bullet holes through my chest. It's like a vicious circle, but it's worth a try. Whoa, w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life without you by my side? Every time we fight, you say let's break up, but that's all lies. Just don't give up on me, I won'tGive up, I'll keep you satisfied. Just don't give up on me, I won't give up, I'll keep you Contestant got approved to attend our semi-final round next month in Vancouver. 恭喜。请掌声欢迎下一位选手。Yan Xiaolan, let's welcome our next contestant, Bella Yan, on stage.